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人，今天回到来跟大家讲讲下期又有什么新东西了。我挺喜欢今期的活动机啊，就是这个的 Fuelo X1 高达的。那个活动很简单啦，就是宇宙海盗啦。另外啦，今期抽的机呢，即是下期抽的机呢，我觉得都是麻麻的，亦都不是说、大家都知道的机来的，是啦。咁啊，睇睇我哋可以去打活动嘅零件先啦。咁当然係当期抽嘅机啦，就係、是、呢个高达阿斯塔六，同埋呢个初次高达嘅初次30高达嘅。咁 F91 都有 30% up 嘅，大家注意返啦。骷髅高达 X1 呢 15%， 即係当期时嘅活动机啦。老虎特装型即係今期嘅机啦 ,15%。祖拿这个迪拿祖，迪拿祖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期不是上上上一期的了，是啦。咁大家注意返这些机呢都会有这个的活动提升的。咁另外啦，就是那个驾驶员方面啦，驾驶员方面卡罗佐、罗娜同埋这个的西部黑我有的。那些都是 15% 的啦。跟住都冇咩特别啊，合计係要 1000% 啦。咁同大家讲讲新机体啦。咁阿斯塔六呢部机呢就係、是、呢个铁血孤儿嘅外传嚟嘅，应该就係铁血的奥尔芬斯月降嘅机体嚟嘅。咁下一部初始30高达呢就係、是、一好我印象中係一个得三集嘅动画嘅啫。係啦，咁大家唔知道都唔出奇嘅。咁另外就係驾驶员方面啦，驾驶员方面都係铁血的孤儿嘅盖里奥啊。咁啊三星呢就係、是、呢个拉拉。咁我自己觉得今期嘅高达可能呢高达呢个阿斯塔六呢嘅格斗能力应该係非常之高嘅。係啦，不过点都要睇佢出咗先啦。咁但係活动机冇得走㗎啦，呢、這个骷髅高达 X1。係啦。咁啊，骷髅高达 X1 咧呢一部咧，应该会系好正嘅。咁啊，睇睇啦，系啦。咁因为其实我本身好中意呢部嘅活动机嘅，咁但系估唔到佢会以活动机嘅方式出，咁啊期望佢系好劲啦，或者期望佢系劲啦。如果唔系嘅话，又用唔落都系冇乜意思啊。好啦，咁啊，今期啊嚟到呢度先啦。咁嚟紧有咩新资讯咧，我都会透过短片同大家讲嘅。咁如果大家鍾意條片嘅，畀返個 like 同埋訂返個 channel 啦，多謝大家觀看，拜拜。